Eva, ¿no?你一分钟几千块上下的，干嘛学我？对，我跟你说，他今天在那边打电脑，然后他说上班上班呢。你是上班还是在那边砸店啊？你是砸店吧？ 蔡晨，你不是说上班？上班。说 sorry。sorry。啊。啊？哎呦，你这把油。